么最终的话，人们一定还是回归一个在一个时空下进行我们的一些感情交流，尤其是感情这一块这样的一个交流，它是最好的啊。就像微信和电话的发明也没有疏远人们之间的关系，而是让大家交流的更频繁，成本更低了。它必然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，或者用户在对它的使用功能上会进行一个自行的拓展。但是我们在这个 APP 的监管方面，肯定是一定要大力监管，避免产生一些不良的反馈，或者是一些，比方说一些色情啊这样的一个，对对对。